我是来自奥地利中国研发中心的刘强，非常感谢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，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贝塔软件在奥地利中国一些应用。非常感谢。其实我们用到我们安萨这个软件，大约是有七八年前的时候，我们用的第一套软件是 Ansa，主要是用的。我们的工程师呢，从外边来有一些经验，喜欢用这个 Ansa。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个 Ansa 软件之后，我们觉得 Ansa 软件跟 HelpMesh 之后，因为一直在用 HelpMesh 做前处理的软件，用感觉介绍 Ansa 之后，觉得 Ansa 很好用啊。包括我们的工程师呢，用的很熟练，所以引进了第一套软件之后，到现在我们现在奥地利中国有10套 Ansa 和 Beta 的一套系统。所以我们每天现在我们的工程师每天，虽然我现在有10套，但是还是每天早上我们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来打开这个 Ansa 的软件。为了一个卷，因为国内软件都比较卷一点。这是我今天的演讲的一些内容，主要是介绍一下 ANSA 和 Meta 一些软件一些应用，特别是我们用在 ANSA 在我们前处理和自动化的工具方面功能，一些应用一些介绍，还有一个用到我们 Meta 一些自动化的一个后处理。因为现在的用量非常大，所以我们用到 ANSA 的元件呢，就和 Meta 大部分用在自动化上面，结合我们的 Python 的900。请允许我来介绍，简单介绍奥特利夫中国的一些情况。我们奥特利夫就是致力于我们的 Simple Life，就是说我们每。第一个数字就是说，我们在国际上一些死亡的这些数据，但是我们奥地利说的产品每年是能够拯救3.5万5千人，最后我们避免了45万的一些，因为避免它严重的那个损伤之后，我们的目标之后能达到每年能够拯救10万的生命啊，这是我们的 vision。完之后，我们奥德图已经成立了70周年，今年是第70周年的生日。这是我们最开始的2014年就在这两个人，瑞典的我们奥德蒂夫的创始者，包括现在我们奥德蒂夫的约束产品，在整个汽车内部的全领域的，包括前控气囊，还有一个侧控气囊，还有发赛的 IC，所有的都有。包括现在我们在奥地利，在全球上这么多的研发中心，在美国、瑞典、德国、法国、罗马尼亚，还有波兰，还有日本，那个韩国，我们有57000名那个研发员工，一些看吧。完之后，我们有14个研发中心，在两个省之间，还有20个跨车线上。在每个研发中心，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跨车线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最开始我们引进这个安萨软件，主要是用来做，说实话，挺帅的事，就是用来做网格。的确是做网格的速度要经过我们工程师的介绍，要比 HelpMesh 用的的确是比较快一点，比较好用嘛。所以说我们引进来就是 ANSA，但现在我们整个安全系统方面的产品做分析的时候，用到所有的工程师用到都在用 ANSA 去做一些网做前处理，包括我们的 DB 和那个 PB 一些。特别是 DB 的气囊，以前用 ANSA，以前用 HelpMesh 做网格的，做流媒体网格，大约花费1周的时间，要40个小时。包括现在的 ANSA 有个工程师大约用3天左右，或者更快一点，2天就把它做完了。因为这个 DB color 是
传六面体，最小的单元是0.1毫米，之后平均是6毫米。包括我们那个，包括我们现在有安萨明，一些公司也在用那个做约催新闻访谈。做完之后，我们大部分前处理，我们这几个这十几个工程师，大部分全部用安萨来做全部的前处理，因为这个安萨来做，包括我们安全带的飞行啊，之后我们座椅的调整啊，还有一个大面的 position，还有 airbag move。airbag move 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中发现有些改进的地方呢，那我们就用安萨的一些简单的 move 去改进。这边是大面的一些设计，因为现在我们同时的软件还有一款嘛，大家我们在汽车行业都在用款嘛做起处理，但是我们有工程师也在用，发现这个 ANSA 的做大面的 position 和Bear 的 fitting 的时候还是要快速不平衡的方法去差的，所以说我们就包括座椅的一些调整矫正也在用。下边就是说我们做用 Meta 做后处理，因为我们业务量比较重一点，业务量的确是比较重。现在像特别是国内主机厂的开发周期，大约现在最短能达到8个月，所以说我们的后处理，因为每天在写报告，大部分写报告都要重复的工作，包括零部件分析，还有 bug 分析，还有 SQL 系统分析呢。那我们的用到 Meta 的一个后处理的功能，因为它有它的交互界面非常好，不是我在夸，的确是它那个 Meta 的交互界面是比较好，特别是 Python 的还有特征的这个功能，所以说它的后处理的那个报告，我基本上工程师基本上写了脚本之后，都是用自动化重复出来的。我们的工程师只要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和我们一些动画去结果，去给我们的产品工程师去一些建议。我们的主要的精力是用在检查模型、检查结果和提建议上，大部分后处理的报告全部用 Meta 来完成的。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底下这边是那个 City Bear 这个 IC 的，还有一个系统的这些曲线的一些处理，全部是自动化完成的这个。这些东西前面介绍的都是用 ANSA 和 Meta 的一些基本的介绍，我们日常在用的东西，包括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是，包括现在我们的老板，包括我们的管理层都在要求我们的效率要提高。因为国内的包括国际的环境的确是不好，所以说我们要求我们的 CE 方面也要那个 follow 我们国内的环境是8个月开发时间，所以说我们的分析一些常规的分析，都需要提供给我们的产品工程师来做一个软件一个界面，告诉他的设计好之后，提交我们的页面上去之后，他等个有的能等个几分钟，有的等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他的报告，他的结果，他快速，非常快速。一些主要用来就用我们的保护面积啊，我们那个 EJM 的分析，这两个特别是我们 IC 保护面积和 EJM 的分析全自动了，就是说我们的产品这个结构改了之后，它大约根据我们那个计算的效率，1个小时之后或者半个小时、几分钟之后就能出个结果。还有一个像我们这个 ICB 的一个保护面积和体积的一些分析介绍。还有我们这个呢，是从一个我们家具的一个自动化的刚度的分析，包括我们后边的安萨，我们就来做，也是用来做自动 mesh 的。因为安萨的前处理的自动 mesh 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，我们没有选择用high mesh，因为它一些前处理交互性和处理网格的能力还是照样是比较差一点，所以我们决定是选择安萨。包括在，因为安萨这一套系统在我们的 class 系统也有一套
专用的 token 呢，在那里边给这些软件来用。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下边介绍你分析疲劳的，包括我们零部件的分析，都是自动化这个界面。我们的产品公司在这里界面上提交一些任务，提交一些输入的需求，它会我们后台上会自动产生一种报告。包括我们简单介绍例子，这边是我们常规的一个 IC 保密的分析，包括我们一些过程啊，这个绿色的是我们产品公司，它准备要一些输入，需要一些15分钟之后时间，完了之后我们这边它别的 request 到我们的用 email 系统，还有我们第二个系统去做，但这是我们公司呢，系公司就来做，要检查模型，检查输入去开始干活了。到后来之后，我们第四步就和我们工程师去挑战工程师开始做这边，之后去我们去建立一个清理几何去做 mesh，包括我们这边去建立一个模型，建完型之后去 run 一模型了，提交模型，之后我们再生成那个 output，就是 plot 一些动画什么的生成了。到后来你这边，有一个 output 的一个 process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两个去干掉了，包括后边的6、5、6、7、8就全部干掉了，变成合成一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产品公司呢，第三公司这全部做好之后，前面提供了之后，一步就搞定。也就是说，效率能提高效率92%，从原来的需要6个小时大概等下，现在我们需要只要0.5小时，半个小时搞定。一个 time 原来的时间，那个 time 就是说，我们从16个小时到现在的1.5个小时。就说以前的提交一个任务的时候，他要等着排队，我们来打战这个工程师去，谁有空闲时间去做一下呀？但现在不需要。这边也是另外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找到什么那个广告什么的结果，就是 IUIC 的保密结合它的体系计算，包括自动工具呢，可以分不同的腔体，可以给出的体积，可以给您那边的压力。之后我们这边安草去干啥嘛？他就负责的非常复杂的那些白车身的几何处理和我们的 IC 的几何去处理，根据我们的输入的底饭那设定条件，它安卡会我们写一个脚本，根据安卡的一些规则，还有一个 session 去自动把它生成我们的模型。这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 DGM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要需求是能够需要满足每标那个一站一个需求的，就是那个次数、医疗保压，还有一个头部冲击的时候，它有足够的吸收，足够的能量吸收，它那个是位移多少。所以说现在这一个分析一个项目分析需要分那个 case 大约几十个，所以说我们用自动化的工具之后吧，完全是这边几何。设计好之后，直接是出后面的报告，包括几十个重点的，包括它那个位移点，从报告中出来。这安卡也是我们用来继续做安卡，它包括建模型的时候跟设计规则。这边也是我们那个现在叫发散的一个期待，还有 SAP 的期待，都是用智能化，包括不停的动画出来，多项的评分出来。我们可以去做，我们安卡就是，你看，就我们这个多腔的 SAB 之后，它是内部非常复杂的，但是安卡依然能够满足我们要求，能够做到自动化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IC 的一个家具，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我们的 IC 或者我们所有的安全系统的产品都要去做真正疲劳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家具呢，要满足足够的刚度。每个 case 我都要去做，每个项目都要去做那个刚度的分析，就是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非常重复性非常疲劳。
疲劳的一个工作，抱怨的工作哈。其实我们用在这个软件上，就是用 ANSA 这么复杂的几何呢，它一样能够处理哈，也非常处理非常好。虽然说有的时候它不成功，我们发现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几何好像是有问题，它那卡片做的时候有交互面不好，它那个 ANSA 导入的时候有一些处理那个缝合面的时候，它没有处理好。这边的我希望我就是这么好，希望这边 ANSA 的请处理几何的能力还继续加强一下。这边包括这边我一个，今天我们公司一个来了也来到现场，就是他是一个 ANSA 峨眉塔的一个忠实用户，忠实的粉丝。也是对安塔非常热爱，所以他，其实奥德图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开发的信囊的折叠工具啊，包括现在我们商用的，日本有一个折叠工具是这样，就是 JoTools，还有我们这边奥德图这个开发几十年前就开发了，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工程师呢，根据安塔的对安塔的热爱，根据他的对课程、Python 的一些那个了解，他自己变成一个。就是基于 ANSA 编的一个叫信码折叠的工具啊，基本上现在我们用到的 DB、PV 还有 IC 的都能在这上面去折叠，也是它的计算，各样的折叠之后，它等于是有可以做的，就是折叠呀，还有压缩折叠呀、打印、打造这样，还有一些 PV 压料啊，非常复杂的，全部是在这个工具里边才能有做好。虽然说，我知道安卓现在他自己已经在开发这个功能。我记得以前的年会的时候，我们跟你们，技术部门去沟通过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这个折叠的工具之后，主要用来做我们现在这个例子，每天用来做折叠的，我们是在用。虽然说我通过我们安萨那边，我们欧洲的总和瑞典总部也在那是永续改进这边，但是像我们澳大利亚中国银行做，我们大规格的这边几个我们折叠的过程，包括我们压缩机台，然后它那个，这是一个后边说的我们用 Meta，同时那个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，其实我们。做 C 公司都比较真的比较寡一点啊，都喜欢一键制衡，不喜欢做那个工作。所以说，在开发在 Meta 的基础上去开发一些自有的一些工具，包括一些很多的一些工具在那边去做，包括我们一些那个 Feeding Bell 这样之后做 Output PCI PSM 做那个侧面子系统分析上，全部是都有。包括我们这边，一些后厨的东西，这边都写了一个脚本，说的。这边是我们提供一个 auto report 的一个过程啊，就是，比如说我们要定一个做 auto report 之后，我们要定一个前期的规范做好之后，我们在这个规范去建立模型，建立模型之后呢，我们去定一些 load case，之后 run，一键是 run。自动提交到我们的系统上去，之后我们甚至说我们去确认我们的方案，包括现在这我们日常正在这个是一个例子，就是现在我们一些define 的 information 都是在我们基础的一些输入信息嘛，因为做 CE 公司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要跟去服务我们的产品公司，我们去指导去设计的，所以说。一定要有，我们最怕的事情就是说，我们的产品公司告诉我的几何变了，我的东西变了，要看一下你上一版的结果是多少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有详细的一些输入的数据、输入的版本哈，我们再清晰的定义好之后，我们会自动生成一些 load case，做的 case 生成完之后，我们一键生成到你的提交的脚本，到去直接提交我们的系统去计算。之后，我们再review我的报告，就是报告生成大约有几十页，有长一点，大概有个50多页的 PPT 啊。
都是所有的信息，因为这边包括一些动画、一些解密，然后都获得了一些英灵变分析。包括我们的期待的一些应力和期待的一些应力，还有一些分布应变的分布，全部在这里面报告的全部体现出来。我们公司前面说的话，去干什么？去看我的报告，去看我的模型是不是准确的，而不是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到我们的闲话时间去。这个其实写一个报告，这个时间大约是我们以前的事，大约花能够花半天的时间，但现在呢，报告真的话可能是不需要花一个时间，我们的精力主要用来研究和分析上去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请。